垃圾桶倒了没人看见啊？公司形象还要不要了？一会儿客户要来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老板，我今天是第一个来的，可不是我弄的呀。我来这第一个我就坐这儿了，这肯定不是我弄的。肯定不是我呀，我来了都没去过那个区域。我不管你们谁弄的，如果没人承认，每人罚款500。到底谁这么不长眼睛啊？你们到底谁弄的？别连累我们。就是，到底是你们谁呀？原来是你呀，早承认不就完了吗？害得我们一起被挨批。就是你，哎呀，谁说不是你？老板，垃圾桶是我撞倒的，对不起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？刚才我怕挨批评。那现在怎么不怕了？是因为怕被罚款吗？我怕让同事受牵连，也害怕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你撒谎！我……因为垃圾桶是我放倒的，我就是看看你们谁有这个责任心。小的事情都担当不起，大的事情我怎么能放心交给他呀？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责任，他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功。正好公司有个新项目，我决定交给你来做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拥抱着爱，当从梦中醒来。